关韶文，今天我们在澳门的大三八，拍到一个小三八了。今天真的超热，今天大概有27度吧，有28，就是热到他的脸已经裂开了。这边算是每个来澳门玩的都一定会来的地方，因为毕竟澳门偏小，但是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真正的大三八牌坊有多大，因为现在太热了，着凉，先来一杯黑糖珍珠鲜奶。因为我是个非常常喝黑糖珍珠鲜奶的人，而且我就本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只要离开台湾，我就不会减肥。说说看怎么样？它是黑糖珍珠鲜奶。我们终于到这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大三八，太多人了。你说这边是九份，我都行。真的，唯一一个跟九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没有卖草莓，可是很像有卖那个什么冰淇淋的。对啊，你说土耳其冰淇淋。OK， 一模一样。该不会我们一转弯就到金瓜石了吧？对，首先就是要爬上去。我们要不要数一下这个几个级？走吧。因为我们的旭晨长得太像摄影师了，所以到处都会被要求帮忙拍照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拍拜拜。那你等一下拍完之后可以请他们离开吗？耶！哇！Thank you. 好啊。好啊。下一二。这两个小姐姐说你拍得太好了。他说颜值很高的一个弟弟。再来一张。他说要再来一张。哇，行吗？行吗？可以。好，再几张，还要吗？还要吗？拜拜。他说颜值会高，又会拍照，哎。跟他讲废话吧。OK， 经历了大概快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已经拍完照了，因为这个人非常多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古迹，它是有叫做大炮台，还有澳门博物馆，还有一些教堂，有的没的。所以现在要真的开始爬山了，爬山了。刚刚那个100个楼梯根本不算什么，我们现在要再去参加一些博物馆呐、啊、什么的。有什么事吗？谁？你啊？那个没有，刚刚被找拍照，没有了，帮别人拍照好不好？这边就是大炮台，你看有多高。然后这边算是偏无聊，因为我们已经逛完了。重点就是爬上来只是为了消耗你的热量，然后减少你的罪恶感，我们就可以真的去吃东西了。我们要离开这个炮台咯。嗯，这是风景心旷神怡，没有别的形容词了。哎，这个很爽哎。这跟吸管喝起来蛮甜的，真的假的？是可乐口味吧？一样啊。你觉得鱼蛋会不会踩到地雷？我觉得鱼蛋很难的，因为基本上咖喱味道马上就带过去了，不会有任何失败的过程。鱼蛋很好吃，真的。所以，你知道我很怕那种死辣的咖喱，我要它是香的。来一口鱼蛋配。一口椰子汁。想跟你们说，不能这样配，不能这样配。哈哈，不好吃。刚刚他，店员就是这样子，他居然认得我。你让他跟我打招呼，拜拜。拜拜。他刚刚说你是不是做电视？我说对啊。他说我好像认得你。我说不是好像，没关系。跟他说拜拜，拜拜。好想被整了。
生气，我刚刚真的有生气。刚有，他刚刚那个让我最生气的是他弄到我这样哎，你先看到吗？有用到吗？对，他就这样，技巧很好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买土耳其冰，真的是太生气。赶快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很绵密，很浓稠，真的是很看不出，所以它才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嗯，不然这样一块岛啊，超好吃的，然后过程更好玩。没有来去吃牛杂，因为这边很多路人全部都会买牛杂，而且里面有咖喱、鱼蛋或者是王子面，全部都会非常的一大碗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如果没买牛杂，还是一碗杂，一碗杂。对，不知道这碗是不是我们的？感觉这碗是我们的。哇哦！哇，很丰盛的一碗耶！大分量。不是，我们点的是，我们不是点小碗，我们是点小牛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其实还搭配了很多别的。刚是只点了面跟一些火锅料。对，那我们去找地方吃吧。哎，这个一定会弄脏。对，大概几分钟？好，大概几好，赶快吃。哎，你看牛杂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是牛肚吗？牛肚吗？那个是吗？你看，哎呦，咖喱，哎，很香哎，这个。哎，很辣哟。很辣，我刚有吃了一口，是辣的。很辣哟。嗯，它是煮不烂的那种。对，因为很多王子面有时候泡到那个卤味里面，还会很容易糯瓦奇。那这个是很好吃哎，很多人来澳门都会吃牛杂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选小份、中份、大份。可是我们比较贪心，我们想吃各式各样的东西。跟牛杂的部分，我们会点最小份的，只要30块。让我们点的火锅料跟面的起码已经超过牛杂的钱了。我们这碗总共吃了74块不币，所以大概折合台币应该是72块的，快300块。嗯。不要算了。牛肝好吃吗？肝味很重。你现在是肝味人生。嗯，肝味人生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约莫快下午6点，你的胡子已经长出来了。还有这个月味。为什么还有蟹肉棒？刚刚不是说只有一个？他刚不是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夹，他三个一串，我是夹一份。又是这样吗？今天大三八一日游呢，也算是到了段落。因为严格来说呢，也没有到一天了，我们12点才起床。大三八1日游，我们就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了。那因为现在有这么美的地方，找我来拍个 MV 好了。为我们带来一首马德里之诗，你要唱吗？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地，鱼在石头墙壁弹奏着竖琴，斜月的是的黎明在，我已经开始微醺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彩虹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雨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我带着爱抒情的演戏。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，儿女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，月湖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彩虹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去做其他事情了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小地方了，因为真的蛮热的，快要流汗了。那如果说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要把铃铛打开来。拜拜。